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你亲生的孩子，他也是条人命啊！姐，我真的没办法了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有什么没办法的？过一阵子，
你就回去找那个孙团长去。不，我不回去，我死也不回去。不是，你是回不去了哈。行，你别哭，你不回去了，就在姐家住着啊。姐孩子多，不差你这一个。那五个我都养了，我还能差这一个吗？你呀。 踏踏实实在姐家住着，你放心，姐肯定会对这孩子像对自己那五个一样，啊！姐，这是干啥呀？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哎，好妹妹，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快快快坐下！ 别难过了，啊！以后啊，你就踏踏实实在姐家住着。姐已经写信给你姐夫了，我都告诉他了。你放心，他呀虽然脾气不好，可心眼好。再说了，这个家姐说了算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放心，有姐吃的，就有你们娘俩吃的。 姐问你一句，那这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胜利呀？是不是写封信跟他说说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 是没法说，说了他也不能信呢。放在谁身上，谁也不能信。可是你现在不说，那以后就打算不见他了？不见了，董月也不见了，不见了。 就吃这玩意儿吗？我盛点饭去。这啥玩意儿？这酱里连个鸡蛋都没有。对付吃口得了啊！啥对付吃啊？不，这家到底谁说了算呢？这天然进口咋不跟我商量商量呢？谁说了算呢？这家里到底？哎呀，小点声，行不行啊？这是我家，我小点啥声，小点声啊！哎呀，你自己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啊？ 自己家啥情况还不知道？说啥呢？我说啥？自己五个崽子张个嘴都没得吃，还帮别人养孩子压，咋的呀？缺心眼啊？还是脑子有包啊？那你说我就这么一个妹妹，她就我这么一个亲戚，我不管谁管，谁爱管谁管，我管不了。你小点声不行？我小点啥声？小点声。 我这一年到头，我在外边苦着垮命的，我容易吗？我，你这啥亲戚？我咋就没见到有这么门亲戚？谁家大姑娘啊，没结婚就挺个大肚子，没结婚就把孩子就生出来了？这，哎呀，干，你。
睡啊。小啥声啊？总告诉我小点声。我在我自己家，我小啥声啊？我小声。这是干啥呀？我干啥呢？小点声不行啊，孩子们。我告诉你，赶紧的，走没走呢？什么走没走啊？赶紧让他走。小点声，孩子刚睡啊！别喝了，别喝了。干啥呀你？小点声不行吗？我小都谁小点声？小小什么声？小点声啊！你这你想干啥呀？你这不想干，你别动，我给我放下去。哟，你说我不让他去，你不让他去，我怎么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起来，明天再说，行不？明天明天能说吗？不行，你要不让他走，我走。你上哪儿去啊？咋？我刷不好使，老娘们家家你。睡觉好使。起来，咱睡觉，睡觉行不行？啊，明天再走。这咋回事你？你给我一边待，听见没有？行了啊，咱明天再说行不行？我就想让他走，我这不在我家我受不了。去，起来！干啥？死老娘们，气消了！怎么了？这听不见呢？啊？不是那什么？桂儿他妹妹，听不见咋的？这是，啊？不是，我说，赶紧的啊！别让我说粗话，赶紧从我们家搬走，我们家养活不了大爷，啊！你这可倒好，你啥意思啊你啊？吃我们家，喝我们家的，还赖我们家不走了，啊？不见我说话，咋的？啊？姐夫。嗯。不好意思，我打扰你了，我现在就走。不打扰吗？就什么？
的幸福更多。哎，马师傅，哎，建国胜，什么时候到都喝一杯啊。对不起啊。你知道小青为什么不让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因为他爱你，他不是要离开剧团，是要离开你。秀芳，这人家的娃呀，你不能乱抱啊！啊，让人看到不好。哎呀，那么好的枣！快快快快，谢谢你啊！哎呀，火车要开了，快快上车了，咱不要了，咱们啊，不要了，不要，坐吧，谢谢你啊！好，坐，来来来，这个给我。哎呀呀，谢谢谢谢，走走走走走。师傅，来来来，你赶紧坐，坐下。哦，不哭不哭不哭。哎呀，这孩子长得真俊啊，多大了？差不多一个月。什么叫一个月呀？那应该叫满月。是是，也有这么叫的，满月啊。我们这儿都说满月。这孩子啊，是闺女还是儿子？应该是的。啊？什么叫应该是？他说应该生个小子，可我这不生了闺女吗？我说嘛，我还以为他连自己的孩子是男是女他都不知道呢，这爹当的。哎呀，大嫂，你口音是变了一点，可我还是听得出来，本地人啊。您是山西的，是吧？倒是离得也不远。山西哪里啊？在。师傅，您快下车吧，这车马上就开了。没事，还有一会儿呢。乖乖乖，马上要跟你爸爸回老家了，哎，高兴高兴，哎呦。哎呀，嫂子，怎么就大老远的嫁到山西去了呢？是我大哥给报的媒啊，你大哥懂吧？啊，懂懂，就是他妹夫。现在这个妹夫已经死了，秀芳他男人死。死路子，别说了。什么路子？哎，马师傅啊，又做上好人好事呢，为人民服务啊。师傅，您快下车吧，这火车马上就到。就是，您下车吧，师傅。好，谢谢您了哈。再见，一路平安。哎，老伙计，再见啊。再见再见。干嘛呢？我求你，你让我进去吧。
你干嘛呢？我有急事。你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大姐，干嘛呢？后边排进去。我有急事，我求你了，我有急事。急谁不急啊？都排这么半天了。我，大姐，我的孩子在车上。大姐，行行好，求求你们了。算了算了。不是个傻子，是个鬼火。早知道就不要了。闺女真好，正合我心意，我就想要闺女。不行不行，还是不能要。下车饿了吧。你怎么着？给他扔了还？不行，就要。我就是他亲妈。哎，看，垃圾。嗯，那可可。哎呀呀呀！这个闺女就算了，脸上还有这么大一块，这将来可怎么？哎呀，你就完了。事儿呢，你是都跟我说了，你心里苦，你放不下那孩子。嗯，我琢磨了啊，那什么路子啊，他媳妇儿就是我们万县的，他们总得回来吧，我早晚能逮住他，哎，早早晚晚，我非得逮住他不可。小青啊。我听你婶说了，你好像现在哪儿都去不了，
没关系啊，你就在这儿住下了。我还听说你早就没了父母，没关系，现在有了。你要是不嫌弃，我跟你婶儿就是你的爹娘，从现在起这就是你的家。孙大河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？思想和情绪稳定吗？他情绪很低落，我按你的吩咐找了他谈了几次，也去看望了一下他老父亲，总的来说还行。他的工作安排了吗？还没有，找了好几家单位，人家都不愿意接收。还是让他去文化局吧，工作他熟悉。你去找老周，就说是我说的，给他安排一下。好。那个石小青找到了吧？还没有。哎，没想到文工团这么快就解散了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还不如……说起来啊，这件事情还真怪异。你说在火车站，你为什么那么死心眼啊？要是放他走了，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了？哥，喝点茶。好，我不喝了。车还在外边等着我呢，我得回去看几个文件。嗯，来，走了。你们挺好，我也放心了。啊，孙大河的事情一定要尽快的给解决了。啊，放心吧。回去了，慢走。不用送了，慢点走哥啊。哎，刚才听我哥说，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谁害了小青啊。这事儿你就别打听了。晒的干菜。啊，谢谢你啊，表姐夫。这儿是不是不太好找啊？还行。哎，你吃呀，大伙儿都凉了。这也没什么好吃的，将就着吧。挺好。这家里还好吧？啊，挺好的，都挺好的。对了，大兰他们是不是都该长大了？长大了，二娘儿都上学了，上学期还拿回来个奖状呢。哎呀，是吗？真好。那我表姐她好吧？啊，挺好的。都挺好。
这次来，我就是来感谢你了。这些年我没找到啥活儿，也没挣到钱，多亏你这么大的、小的、老的、少的这么帮衬着、救济着，要不我们这日子……表姐夫，说这些干嘛呀？我这不是应该做的吗？再说了，我一个人在这儿，吃住都管。没什么地方花钱。表姐夫，你这次来找我，是不是有事儿啊？你表姐住院了。手续我都办好了，医生说你在这儿签个字，交给他就可以了。我去签字。啊，对。你停会儿啊，我马上就回去啊。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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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儿，我回来了啊。有我跟姐夫在，你别担心啊，没事儿了，没事儿了。姐，医生说了，咱这个呀就是个小手术，待会儿就给你做，做了就好了。啊，你放心好了，孩子呀，回头我帮你带着，你什么也不用管，你就安心养病，啊。姐，我。我医生了，医生说我表姐的手术很成功，不过呢还得住一段时间院。啥？还要再住一段时间院？那得住多少天啊？这样吧，你给我出来一趟，我跟你说几句话。嗯。晴儿，医生说还得住几天呢？这个也不知道，不过医生说还要观察一段时间呢。姐夫啊，我待会儿还要回店里值班呢，姐这儿你就照看着点儿。哦，你回你的，你放心吧，啊。哎，我这还有点钱，你先拿着用吧。不能了，青儿，这真的不能再要你的钱了。你都花那么多钱了，真的不能再要你的钱。姐夫，你听我说，我现在啊吃住都在店里，根本就没有花钱的地儿。再说了，你现在不是急用吗？就别跟我客气了。
要是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这下面的日子该咋过。你说孩子没人看，你姐又病成这样，我越寻思吧，我越觉得对不住你。你说当初我喝点猫尿，我就把你孩子都撵出去了。我现在想起来，我真不是个，我真……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当年要不是安姐收留我的话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再说了，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咱就不提了啊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不说这些。你过去了，可我心里过不去啊。你说那次要不是我拦着胜利，你们俩也许就见着面了，是吧？要见着面了，你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。姐夫，说句实话，这事儿啊，我还得谢你呢。如果当年我真的跟胜利见到面了，就我当时那种情况，还带着个孩子，我真的想象不到那会是个什么样的场景。那咋的？你往后再也不想见胜利了？那万一他再来找你咋整啊？不见了，永远也不见了。我的情况你也了解，就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根本没有办法面对他，我们俩也不可能再在一起了，还不如给彼此留个好的念想。奶奶，我又回来看你来了。我参军已经五年了，我和小仙分开也整整五年了。这些年，我想尽各种办法，不停地找他，可一直没有他的消息。我知道，这都是我的错。如果当年我不计一个人去当兵，我留下来陪他，也许就不会这样。奶奶，我答应过您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都会好好对小青的，好好照顾她。可现在呢，我却把她给丢了。奶奶，我对不起您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小星找回来。愿您在天之灵保佑小星平平安安。